这是中美两国共同制定的计划，目的是空袭日本，美军轰炸机需要一个中转站，望海镇就是其中之一。是，これは国軍軍部が望海町守備隊に当たったためです。徳安院、小金山。 应该是日军截获了国民党的电文，再针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应对，但电文内容不完整。继续鉴定。是。国国軍から特派員が来ても何ができる？队长，这是北山新四军的一支游击队，住在这。 日军为什么没有攻占？望海镇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日军由于兵力有限，所以就没有占。这次行动，陆军总部给我们的代号叫绞杀机。来来来，看一看啊！来来来，看一看吧，来来看一看一下啊！看看吧，来来看一下。 新53軍我が軍に投降すれば我が軍は直接300キロ前進できる。まったく国軍が懸命に作った防衛線はすぐに崩せる。うん、確かにな。でもおかしいのはディン・ユーシャンはなぜそうしたかだ。 この新53軍は趙の着手ではなく阻害されてきた敵の手を借り難を解決する重慶軍のやり方だ。<笑>デン・ユーシャン、戦う牛が強かろうとそれが何になる。您是？大有宗一。哦。 这个人叫大友，是日军在华的高级间谍。军统方面多次想除掉此人，但都被他逃脱了。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的什么样子。这个人是胡克明，是军统的成员，化名刘远去接触大友，并且已经成功的打入大友的身边。只可惜他的外围联络被敌情报机构破坏，才导致此人暴露被俘。 你只有找到大友，才能找到他。军部给你的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敌人处决他之前，将他活着带回来。刘远来了吗？我已经在这儿了，还需要他来吗？哎呀，我又没见过你。 为什么相信你就是大友宗一？丁军长只相信大人，但是没人确定您是你，除了刘远。哼！军统现在已经发现了丁军长的异动，所以丁军长希望能够尽快谈成此事。我。 只是个送情报的，真正要跟你谈的人是丁军长的儿子丁亚文。刘远是丁少爷的同学，丁少爷只相信他。如果你想和丁少爷谈的话，就把刘远带来，让他来证明你的身份。喜见，弟弟。明天下午。
还在此地。日本人没有轻易让胡克明露面，不过情报很快就送过去。他们会上当吗？一个集团军诱惑太大了，信不信他们都会做出反应。哎呦喂，这情报递的太费周折了。像他这样的高级间谍，直接给他个情报他是不会相信的，只有事出蹊跷他才会信以为真。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胡克明已经死了呢？以我的判断，胡克明不会死。大友君，軍刀には何度も睨まれている。うん、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これだけ帝国に貢献し G 難では、君に何かあったらいけない。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胡克明的安全，至于大友来不来不重要，不来算他命大，来了我们就击毙他。记住了，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保证胡克明的安全，都听明白吗？明白。明白。你想怎样？哼，本以为你已经没架子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勇气。你会放了我？那要看看你的同学给不给你机会，也要看看他跟我们的合作有没有成效。連れてけ。はい。刘远兄，一别数年，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相遇。来，快坐，我们好好聊聊啊。坐。你认识他吗？刘远兄啊，刘远兄啊。没想到这么多年竟然把兄弟我忘记了。你好好想想，我是你昔日同窗丁军长的大女婿啊，想想。まずい！早く！すぐにそばに行くんだ！はい！
麻雀，二人讲，需要您领会合。是。为什么救我？别问了，到地方我会告诉你。你们什么人？这里我熟悉，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济南城中心，这里距离城门有三里地，城门现在鬼子肯定是重兵把守，我们是冲不出去的。我们就算被打成筛子，也得把你送出去。为什么？这是哪儿？这里是富人区，鬼子进城大多住在这儿。哦，这里有一家鬼子开的慰安所，叫樱花阁。猴子，哎。告诉老火豹子，三条街外汇合，占领樱花阁。是。報告します。この付近の銃の通りをすべて包囲しました。実力のある相手だ。凡人ではない。特殊部隊に近い。すぐに封鎖し、捜査を始めろ。奴らはここで消えてもらう。麻雀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在这儿，二人甲守后门，豹子二楼行动。
壁側慰安所に攻め入り、中の人間を人質に。バカ者！確かな情報だと、中に明石さん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何？内閣視察団の明石さんがなぜここにいるんだ！我只清楚上面下令一定要把你活着带出去。上面谁是头出来，请表明你们的身份。重要吗？你们是想活着出去。行，那咱们就接着打，但是我保证他先死。派一辆车送我们出城，别跟着，出了城自然会放开。我凭什么信任你们？你有的选吗？你们身手真不赖，哪个部队的？小心！十分钟，十分钟之内看不见车，每过一分钟杀一个。看不住，现在怎么办？怎么回事？问他。队长，是我疏忽了。我说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我哪知道还有一个带枪的。扛得住？可以。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救我？どうするんだ？あ？明石さんは我々内閣視察団の団員の一人だ。もし G なんで何かあったら誰も責任は取れない。出せ。しかし。安心しろ。G なんの力出すつもりはない。你们不放了明石学校，你们这是什么之争？我对他没兴趣，出了城自然会放。可你要记住了，我们有其他人质，
千万别耍花样。走，上车。穆总，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关键？你知不知道他的情报工作对我们国军的损失有多大？你知不知道杀了他一个人，可以挽救我们多少同胞的生命？一定给我撑住了，赶紧走！你干嘛呢？老大没让你打。哎呦，大哥，假的！老大，把他拖到那儿，你们几个警戒。可以告诉我吗？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第三战区司令部直属特战队的，我是队长陈宇。特战队，难怪这么能打。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你必须给我活着回去，听懂了吗？你一直在说带我回去，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重庆放了你一个计划，你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关键人物，我的任务就是把你活着带回去。重庆的任务？对，是陆军部和美军制定的一项计划。废话少说，我现在带你走，走，走。
伤成这样，你应该清楚我坚持不了多久。你们快走。撑着点，撑着点。十万青年，十万兵，我投笔从戎，就是希望能漂漂亮亮地完成一个大任务。现在机会来了，可我却不行了。娶媳妇呢，你行的啊！最后的心事，却是他。陈丽啊，我明，我明，我一定替你转达啊！我一定替你转达。出生入死多少回了啊？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这次就让你带一个人回来，你能失手？你让我怎么说你？你让顾长官怎么向重庆交代？参谋长，这次是我失职，我请求处分。看来这一回，我得亲自向重庆方面交代了。委员长都极为重视陆军部的这个计划。吴克明死前给你交代了什么没有？尤其是任务方面的。他说，望海镇小青山刘念北的女儿是他指腹为婚的妻子，还说什么了？他没有见过小青山上任何一个人。好了，你回去吧，等候上峰的处理。你怎么还不走？参谋长，既然小青山上任何一个人他都没见过，我能不能顶替胡克明去小青山替他完成这次的任务，就当将功补过，还请参谋长批准。接顾长官，
队长，你没事吧？没有为难你吧？这次责任都在我，没让你一个人扛。啊，他们是不是创下邪要把你调走？乌鸦嘴！行了，都别吵了，听队长说。 这么盼着我被调走呢？啊！不是，群龙无首呢。无首了，你可以替我带领大家呀。我不合适吧？吃饭了吗？我不饿，一会儿就饿了。啊！老五，到，带着大家越野5公里，马上。啊！越野10公里，马上。是。 走，站！跑步，等。累死我了！太疼了！啊，我太疼了！啊，这边碰我，我不起来了。 快快快！副队，赶紧快来！嗯，你们吃，我不饿。你说老大今儿为难什么，他也不说，这非要跑几十公里回来准备旅行。你管着，你这人准备汗，你知道啊？哎，副队。 陈宇啊，这次毕竟是深入敌后，你的主要任务是到老望海镇，要以胡克明的身份上小青山，尽快的取得刘念北对你的信任，能够让山上的力量为我所用。刘念北这个人，我们对他是一无所知，你见到他，也只能是随机应变。 进来，队长。什么事？都听说了？听说你和大志要走。我说你们几个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一样了？啊？大家是担心你。担心什么？ 担心有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呀，也用不着这样吧。林参谋长这么做也太不够意思了。就是头，你小心还真给传染了，他们真要把你给调走。你的愿望会实现的。是，副团长。老五，到，这次我是去执行一下任务。什么任务？不能说。你身为副队长，照顾好大家。 前面不远就是望海镇了，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大爷，谢谢，谢谢。哎，不客气。哎呀，再见。哎，好。哎，老板，来碗面。好嘞，您稍等。好。你的面来了。王孙女还年轻，你们高抬贵手啊！喜欢边上的，别边上了，队长生日啊！这小牛要是伺候的不错的话，喜不喜欢？你还用拉什么破车呀？去，不，带走！去，高抬贵手！王孙女，这是我孙女啊，这还小。爷爷，带走！带走！叫你们玩去啊！去，师傅大军呀！老子先尝着鲜啊！慢，大爷，没事吧？有我在，你们不用怕。爷爷，干什么呢你？我虽是一个教书先生，但今天这事儿我管定。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就是因为有太多像你们这样的。给我闭嘴！狗东西，面前算我的。谢谢谢谢，没事吧？没事没事。我刚听你说你是个教书先生啊？啊，对啊。教书先生就好好教书，别学人出头，挺危险的。想装的被识破了，那我也走了。哎，二位，二位，等会儿，等会儿。哎，二位怎么称呼啊？那个我叫林峰啊。哎，你们也是去望海镇是吗？那咱们同路啊。我们还有事儿，得跟着来。这位兄台，你这变化也太突然了。你说刚才那会儿啊，你出手相救，你说这会儿又突然对我这样，你这……跟你说了，别再跟着了，信不信我打你？干嘛要打我？排好队啊，排好队啊！啊，他仔细点。过去。这么多人，你怎么又跟上来了？跟你说了多少次，别跟着我们呀！望海镇就是一条路。快点，快点！连兵，这儿。孙队长，哟，老裴头。孙队长，孙队长，又走货呀？哎，对。哟，今天怎么亲自上阵呢？哎呀，底下的人差上不就得了？你看，没办法呀，咱们盯着呢。哎，你看，太君都出动了。哎呀，可不是嘛。听说有什么可疑人物要去望海镇。可以上机啊，下达命令，要加大盘查力度。哎，老鬼头，你们这商队里没有什么可疑人物吧？哎呦，孙队长，那瞧您说的，这哪能呢？我们小青山的商队啊，这些年在您这儿进进出出的，什么时候给您孙队长添过麻烦呀？也是啊，那我就放心了。哎呦，刚才为什么？哎，好，你们老鬼头，商队里啊人多，东西多啊！哎，来，商队先过啊，商队先过来。走走，谢谢孙队长。等等，各位，喂，大哥，检查的不仔细，找谁？太君，太君真的没有什么东西，都是些粮食还有药材。太君，大哥。Go!
没事，包括在这位兄弟。兄弟，哪条道上了？你们是小青山的人？是啊。我叫胡克明，专门来投靠刘寨主。你就是胡克明。